嗯，在咱们实际的一个建模的时候啊，咱们要来想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模型可以很容易的建出来，直接用 SKLearn 这个库。但是呢，咱们现在，然后啊，但但是呢，但是啊，咱们现在要来说这样一个事儿，就是说，咱们模型的一个评估的标准，咱们来想这样一个问题啊。 嗯、呃，咱们现在是不是说，咱们现在假设说吧，我现在举一个比较稍微极端点的例子，假设说咱们现在有一千个人，这一千个人呢，他是都是病人。假设说咱们现在拿到了一千个病人的一个数据，然后呢，我要对这一千个病人啊进行一个分类啊，检查一下这一千个人当中呢，哪些是患有癌症的，哪些是不患有癌症的。 那么，先给大家来检咱们随机的设置一下吧。假设对这一千个人当中来说，九百九十个人他是正常的，有十个人呢，他是一个异常的，就是说这十个人呢，他可能是患有癌症的。那么接下来啊，咱们说，咱们现在要建立一个模型去预测一下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异常的。好像跟咱们这样一个检测任务来说啊，咱们要做的一件事儿是差不多的吧。 那么咱们来想一想，假设说咱们现在用一个最常见的评估标准，比方说用一个东西叫做一个精度。 这个精度的意思啊，就是说，咱们现在要来看一下咱们的一个预测值和真实值之间的一个差异。比如说，咱们现在来看啊，咱们的一个预测值啊、呃，咱们先说真实值吧，真实值,值咱们用 y 来表示，预测值用一个 y hat 吧，上面有小帽子来表示。咱们在真实值当中呢，它有一二，咱们假设就有十个样本吧。这十个样本，然后 y 啊、呃、y hat 里边，咱们还是有十个样本。这十个样本呢，我们都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啊、呃、判断。 那么咱们要算精度的意思啊，就是说咱们看一下咱们的一个预测值和真实值，它们的一个预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要么都是零，要么都是一。如果说它们是一致的，咱们用这样一个等号来表示，比如说一号样本预测成零啊，这个。 一号样本预测真实值是零，预测值也是零，那是一个等号。二号样本真实值是一，预测值也是一。那么什么样情况下不不不等号呢？咱们真实是零，预测是一，或者是真实是一，预测是零，这样它就是不等号了吧？那么精度的意思啊，就是说咱们可以，比方说这十个人里边，我们算一下等等号有多少个。那么假设来说呢？ 这里啊，一旦等号出现了八个，等号出现八个，说明有八个咱们预测对了，两个预测错了吧？那么模型的一个精度呢，就是八除以一个十是等于百分之八十的啊。咱们是通过这样一个东西啊来去计算咱们模型的一个精度的。那么假设说，咱们现在啊，咱们现在拿这个样板构造出来了一个 model。 那么这个 model 呢，它有些特别，它现在啊，就是说它会使得所有的值都会预测成一个正常的值，也就是说，把所有的一个样本都会预测成一个正样本。那么咱们来看一下，对于现在咱们把这一千个样本输入进来了，输入进来之后呢，它会把所有的样本都预测成一个正样本。那么这种情况下，咱们来算一下这个精度是有多少呢？ 这种情况下，它的一个精度就是说，嗯，咱们的一个样本总数啊是有一千的，那有多少个预测对了？是不是说有九百九十个都预测对了？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它的一个精度是不是就是一个九百九十再除以一千啊？那么现在得多少？得到个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吧。也就是说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咱们的一个精度。 但是呢，大家现在来想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拿出来模型是什么样？它会把所有的值都预测成一个正样本。那么你都预测成了一个正样本之后，我没有得到任何一个负样本啊。 但是我说一下，咱们现在是在医院啊，咱们要做一个癌症的识别啊。我的目的是说，想把这个患有癌症的这些人给他检查出来吧。但是呢，这些患有癌症的人，我检查出来几个，检查出来了零个。虽然说精度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但是呢，你这个模型有用吗？这个模型是没有任何含义的吧？因为他一个癌症病人都帮咱们找不出来，所以说呢。 咱们在，嗯，咱们在这个建立模型的时候啊，一定先要想好这样一件事儿，就是说，模型虽然说很容易就建测建立出来了，那么难点就是说，咱们该怎么样去？ 咱们该怎么样去嗯、呃、评估这样一个模型啊？咱们再来说一下，咱们刚才啊是不是说咱们可以去建立一个模型，然后呢，咱们用精度去评估是可以的吧？但是通常情况下，精度是有一些骗人的，尤其呢是在这样一个样本数据不均衡的情况下，它是非常骗人的。那么咱们接下来要给大家讲的一个知识点，就是叫做一个 recall。 R A C L L 啊，这个 recall 的意思啊，它叫做一个召回率，或者说叫做一个查全率。 这个 recall 的意思啊，就是说咱们现在不是有这样一个零和这样一个一嘛？那么我们的目的是不是说，我们希望找出来患癌症的那十个人？我们要把这十个人给他找出来吧。那接下来是不是说我可以根据我一个目标来去制定这样一个衡量的标准啊？比如说我的一个目标就是说，我想看一下得癌症的这十个人里边，我检测出来了几个？假设说十个癌症的病人里边，我检测出来零个，那它的一个 recall 值是多少？ 少。<noise> 它的一个 r e c 值就是零除以十就等于零吧。那么假设说你检测出来两个呢，那就是一个二除以十等于零点二吧。咱们可以通过啊这样一个 r e c 值来去计算一下咱们的一个精度啊，不是通过 r e c 值来去计算一下模型的效果。其实呢来说啊是更科学一些的 r e c 召回率查全率是通常情况下咱们使用的更多的一种模型评估标准。精度啊是骗人的，但 但是呢，对于这个 recall 来说，尤其是在这种检测任务上来说啊，咱们是通常使用这个 recall 来去帮咱们啊当成一个模型评估标准的。 那么这个 recall 啊，这个 recall 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 recall 里边是不是说我在这里写上了一个啊、呃、公式啊？那么要说到这个公式啊，咱们就还要去说一些额外的东西了。咱们一会儿呢要给大家来说一些稍微显得有些绕嘴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东西啊虽然来说它是有些绕嘴的，但是啊它是在咱们实际的建立模型的过程当中啊经常使用到的啊。 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说关于模型评估标准，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咱们要比咱们建立模型还要重要啊，因为咱们建模型无非就是选择一些参数嘛。那么你选完这个参数，你得到一个多，你要给领导汇报一下。哎呀，我现在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那这个效果并不是说用精度，或者说并就专用用精度专用 recall 就能得出来的吗？好像来说还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嗯，先给大家来说一下，在咱们统计学当中啊，通常会提到的四个词。 现在大家啊，来说一下这四个词啊是什么意思。首先呢，第一个词叫做一个 T P。这个 T P 的意思啊，它表示着一个英文，就是一个 True Positive。True Positive 意思呢，就是说啊，给大家先来解释一下这个 True 和 Positive 啊什么意思。这个 True 的意思啊，就是说啊，当前你不是进行了一次预测吗？你这个预测的结果是什么样？你是预测对了还是预测错了？这个 True 呢，就表示着你预测对了。 那 positive 的意思啊，就是说它是一个。 正例啊，咱们现在这个 true positive 意思呢、啊，就是说你预测对了，预测对了之后呢，你把一个正例给它判断成了一个正例，预测对了，判断，咱们可以给它分开啊，这块是我自创的一个招啊，就是说这两个词 TP 啊 true positive 看起来不是很直接，我们可以给它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只是 true，第二部分是 positive，那么 true positive 意思啊，就是说首先你是一个 true，你是预测对了，预测对了，预测成什么了？预测成了一个正例 positive 表示一个。 正例，那它潜在的一个含义啊，就是说你是把一个正例判断成了一个正例，本来它 label 是零的，你还给它判断成了是一个零，这就叫做一个把正例判定为正例啊，就是这样一层含义。嗯，咱们举个小例子吧，这个东西可能大家头一次听的时候啊，理解起来稍困难一些。 嗯，咱们举这样一个例子啊，假设说一个班级里边有八十个男生，然后有二十个男生，反正啊，总共就是有这样一百个人，在这一百个人当中呢，我们有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说，我现在希望找出来，在这一百个人里边所有的女生啊，我要做这样一个东西，把女生都给抓出来。 那我做了这样一个操作，其实呢，做了一个一个这样的操作，咱们就可以假设来说，我建立了这样一个 model，建立了这样一个模型之后啊，我现在我在其中挑选这么五十个人，挑选五十个人里边呢，我们现在来说它的一个结果，建立了 model 是不是有一个预测的结果啊？这个 model 里边咱们预测完了一下，其中二十个是女的，然后呢，剩下三啊、呃、剩下三十个是男的，咱们现在得出来的一个这样的结果。 那对于这样一个触抛的 e 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去算一下正例，判断成正例的。那么在式子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目标是不是说找出来所有的女生啊？那么这个所有的女生，咱们把它当成是一个正例。那么正例判定成正例的，在五十人当中有多少个是女生？只有二十个，咱们把这个判断成是一个。 判断成是一个正例吧，所以说呢，这个 true positive 啊，它等于几啊？就等于这个二十吧。把正例判断成是一个正例的。咱们接着往下看，接着往下看，还有一个 fp，fp 的意思呢，就是说，首先你是一个 false，然后呢，你 false 成什么了？false positive，首先你判断错了，你错判断成了一个正例。我们看后面还是一个 positive 吧，也就是说，错判成一个正例，那是不是说你把一个负例给它判断成了一个正例了？ 那把复利判断成了一个正例，是不是说，嗯，现在复利是这个男生吧？这三十个男生都是复利的。我们在模型当中，我的目标是找出来所有的女生。那么这个三十个男生，我是不是说把这三十个复利给他判断成了一个正例了？也就是说，把错误的这三十个男生也当成女生给他挑出来了。那么这个 F P 就是这样一个 false positive，意思啊。就是说，嗯，咱们把一个复利给他判断成了一个正例，它有多少个呢？它是有三十个的。 然后下面有一点叫做一个 false negative 啊，这个 false negative 的意思啊，就是说咱们现在首先判断错了吧，判断错了，判断成了一个 negative，判断成了一个负利。 那么判断错了，判断成了一个负例，那它本身就是一个正例吧？咱们把一个正例判断成了一个负例，那么在这个例子当中呢，把哪个正例判断成了一个负例啊？咱们目标找出来所有的女生，咱们在这个例子当中啊，没有把女生错当成男生吧？所以说这个 false negative 它就是等于零的。 最后还有一个啊，最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 true negative。true negative 意思啊，就是说，首先你判断对了吧？判断成了一个 negative，判断成了一个复利。也就是说呢，咱们把这个复利判断成了一个复利，把男生判断成了一个男生。那么咱们来看，对于现在这个列里边，八十个男生，二十个女生，总共一百个人，咱们挑出来五十个，这五十个人当中的二十个是女，三十个是男。那么还有五十个吧？还有五十个里边，那五十个里边，它都是五十个男生吧？ 那么咱们把一个复利判断成一个复利的有多少个、啊？复利再判断成复利的，就是这五十个男生吧。所以说，一个处 net 啊，它就是等于五十的。 那么在这里啊，是给大家通过这样一个举这样一个例子啊，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嗯，咱们的这个四个比较绕口词吧，处啊 TP 啊 FPFN 还有这个 TN，分别啊表示着一层什么样的含义。其实呢，咱们无论啊是说这个精度还是说 recall 这个值啊，都是可以用这样一个，嗯，都是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表达来去算一下啊，咱们的一个模型评估的标准。 比如说，咱们刚才是不是说有这样一个 recall 值啊？这个 recall 值它其实等于什么？就是等于这个 true positive 再比上这样一个 true positive 加上一个 false negative。嗯，咱们现在啊不去说这个公式，一会儿呢我会给大家画一个图，用那个图啊咱们再去看 recall，再去想什么叫 true positive，什么叫 false negative，啊，大家也就一目了然了。